小妹，你就不能休息一天吗？不能。我这媳妇就是太拼了，这两天呢水果不好卖，她今天要拉蔬菜卖。最近蔬菜特别便宜，拿到街上去卖肯定好卖。走，摘去。现在蔬菜是挺便宜的，最近上市的呢有丝瓜、西红柿、辣椒、豆角，你想拉什么？先看看哪个好卖就拿什么。这边是丝瓜，三个棚的丝瓜，你不想拉这个吧？丝瓜估计不好卖，一次都买不了多少。先看看。看有什么好看？都很新鲜，你看。不少啊。都成熟了，可以摘了，还专门准备个梯子。先去看看那边。我要拉点大公鸡去卖。这个应该不好卖。这个好。散养的，到了，今天早上就拿这个西红柿啊。对，西红柿可以炒着吃，可以连拌，可以直接吃，所以应该好卖。买的人多是吧？对。行，今天就听媳妇儿的，先拉西红柿呢，去试试水。如果西红柿不好卖，我们再选择其他的蔬菜。废话不多说，开始摘吧。今天摘多少斤啊？先摘个300斤，行吗？行。看看这西红柿多好，漂亮。我先尝一个，看看好吃吧。先验验货吧。对，沙然的，你看，漂亮。嗯，好吃甜。自己觉得好吃才能卖。嗯，看。呀，这个好红啊！藏在底下没发现。太好摘了，一会儿一筐。这个应该估计很压秤，比草莓好摘。对，我给你提筐吧。行。这个屁股一定要摘掉，如果不摘掉的话，放在里面会把其他的西红柿割坏的。是的。底下都缝透了啊、哦。看这棚，一眼望不到头。卡里面确实这个，嗯，这个还怪大的。不管路多长，大丰收了啊！丰收了。有种幸福可以很简单。两筐满了，拿出去倒了。体力活交给我，走。小贝，我就一个要求，咱们卖完这西红柿之后，剩几个回家给我炖牛腩吃，行吗？没问题。先别想着吃了，干活要紧。我也开始摘西红柿了，我来挑个大的，好卖。三个都带走，这个也行。看看，红彤彤的一片，够卖的了吧？够了，就好几百斤了。开始装箱。说实话，第一次卖西红柿，心里没底，卖不掉怎么办？还不要吃掉，这么多怎么吃得完喽？装箱了，这个没有茄子好装，茄子几个大了，一会儿就一箱，这个一个一个往里挤。但是这个不用跟茄子一样排序啊，直接往里塞就行。一箱满了。本来我想着这个番茄我们拉过去摆摊的，不用装箱子，但是小贝认为啊，明天啊万一来个大货要一整箱子呢，像饭店啊食堂那种的直接整箱搬走多好。已经全部装好了，这边有五大箱，这一箱长得丑一点或者裂一点的，这个特价处理。行。但是越装心里越没底，这么多能卖完吗？能，要对自己有信心。走，装车。这个沉重。我这一箱都搬不动，必须你来搬。好了，小车满满当当的，西红柿已经装好了，明天一早拿到街上去卖去，祝我们明天大卖。